基本上姓吴，叫吴一林，搬到这里来住呢，已经是住了10年，又就像过去理容里头生活一样，不像住楼房，住楼房他们接触的很少，可是住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哎，接触左右邻舍啊，各方面的相互也照顾，我们一般的出去，像我的话，因为家里也没啥。 门都不锁的，谁都不管。说有时候家里头嘛，有啥事情，一下雨啊，衣服什么收不收啊，邻居什么都会帮了一块弄，挺好的，这个就是房子几类的，呵呵是吧？基本上我看着这个地方还是可以，因为从发展来看的话，将来条件会越来越好。 这房子基本上是听他们说是英国人盖的，后来这个解放了以后嘛，他们就留在这里。这房子的话，基本上结构各方面相当好，居住条件尽管小，可是住起来还是可以。为啥呢？现在从看你看。 都自己装修的漂亮，像我没有条件，我就没动过。人家有的家庭的布置的相当漂亮，这房子基本上后来英国人走了以后，日本人弄了一家，搞了个兵营吧。那个时候刚开始盖的时候，你看看条件相当好，两个电梯，那个时候才5层楼。 就有电梯了，所以说那个时候条件确实不错，后来电梯都拆掉了。这个房子的话结构也好，可以防7级地震，而且还有地下室。那时候我搬来的时候还有井了下面还有个井，水井，所以这个条件的话，我看这个房子确实不错。